生就是战斗。以为派克要来呢，一波兵到二，不用急了。一人反掌，一下就结束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Time is the training, 10 years of training. My music in front of me, no one can hear.又 Q 一，跳！还有谁？这 W 就看他能不能勾到，勾到就杀。他来了，好像感觉是挺大惨。我得小心，别乱了节奏。左键推了走，牛逼！商羊当杀木魂人，我操！真的假的？商羊当杀木魂人，这么有实力啊！超级肚皮，哇！屌！可以啊，我们三单一级也很团队，直接闪现赚。听好，我叫艾克。这塔皮。
Enemy has been slain.60块，难受啊！对面两个虚空都不想，上路也是，就不来。 有大招就不卖，你没大招的吗？我万中无一。这么稳。我的话语就是真理。
杀不死吧？不死你又母啊！二极管，你他妈的，怎么这么贱啊！二极管。 守一下牧魂人啊！守一下牧。山羊这么团队，我也不能太毒。完了完了完了！给我，不要背痛。 好狂啊！艾克狗，艾克狗遇到五杀乐队这个皮肤好他妈狂，逼都给他装完了，先杀一个我看看吧 ，逼 都给艾克狗装完了，别看了，视野做的还挺好。 卡位了，坏！没事，山羊应该不知道，我卡山羊位了，不然他能走出去。他应该知道，他没事，他应该不懂，他应该不懂。我卡到位置了，也可能是他想帮我砍塔，也可能是他想帮我砍塔。 三输还是大半？输吧，要大半，不差，不差这个环节，输也挺那啥。巨兽牧魂者。 我用了它。
夸张。变态的英雄，好变态的英雄，出的是大半还可以打一打，出的是三输零提升基本。来小龙吧，先把书叠起来吧，说这个装备不叠的话大半差特太多了。我怎么十个助攻啊，我才发现我这把也这么团队吗？我才发现我怎么十个助攻啊，我玩的是艾克狗吗？有点陌生啊，我这个助攻数，我就说怎么感觉怪怪的。慢慢打吧，感觉输得有点慢了，这打完还差一点。杨哥能敲一下吗？我已经把帽子放在第一位了，我操，杨哥还差一级，什么时候到十四啊，好急啊。 我先把帽子放在第一位了。永恒之环，
他还没十四分。妈逼，没小兵减伤了，哎呀，小兵死亡减伤了，我操，不然我把这个塔敲丢走了。这个炮车因为是大龙强化离得太远，他没有把这个塔的减伤搞掉，哎啊，难受，这炮车离太远了，被强化了，炮车在这个塔这里，我就能把这个塔 A 掉了，掉的血这么少，就是减伤，好可惜。杨哥，金克斯离桑阳远一点，耶！桑阳，我来了。190发枪，天哪，190发枪，一个装备加了300多，190加200 236，400多，灭世之的死亡之帽，接住了。